过去啊，华为在软件方面的稳定性、流畅度表现好像没怎么让人失望过。但是鸿蒙3.0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呢确实是不太行，不仅呢在阵容失败的 Mate 五十上流畅度表现糟糕，麒麟九千的 Mate 四十 Pro 升级到3.0之后流畅度呢也出现了倒退，到了 P60 发布后推送的3.3新版本才有明显改善。很快啊，4.0就来了。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结合 Mate 六十 Pro 的日常使用体验和大家分享一下鸿蒙4.0的使用感受。 相比之前版本啊，鸿蒙四点零在 UI 和动效这块做了明显改进啊。进入桌面、应用开启和退出动画呢，都变得更加 Q 弹了，而且可以随时打断。就手势系统动效来说，确实是遥遥领先 i UI 和 ColorOS。输入法弹出改成了非线性动画，很多环节的动效相比鸿蒙二点零或者说三点零时期呢，更加灵动了些。虽然说麒麟九千 S 芯片本身呢，受限于工艺制程差距，能效呢不如八加天玑九千二、骁龙八 Gen2、啊、这些旗舰芯片，大概呢也就是个八八八水平。 但是 Mate 60 Pro 这个机子啊，日常使用呢，完全不像当年那些火龙机型，不会一发热呢就出现卡顿，出现动画掉帧。无论是日常的程序多开切换，还是全屏手势动效，操作起来都是非常丝滑的。我觉得鸿蒙4.0大幅改进的系统动效是一方面，麒麟芯片加鸿蒙系统可以做更深度的软硬件优化是另外一方面。当然，Mate 60 Pro 这个机子全面深测我们已经在做了，会尽快为大家带来。状态栏中图标和字体呢都更大了，信号条更粗。 现在看啊，可能是为了和 Mate 60 Pro 的挖槽看起来更加和谐吧。个性化方面，鸿蒙4.0终于是有了一些年轻态的气息啊，比如说内置了多个图标包可以自由选择，再比如说可以选择图片定制海报主题，生成从息屏到锁屏再到桌面的一镜到底动画啊，这波啊，Fry Me 是直呼内行。不过鸿蒙4.0这个一镜到底主题自定义程度呢会更高一些，比如说可以手动选择息屏显示和锁屏显示的内容位置，从息屏到解锁动画依然是很 Q 弹。 麒麟芯片回归之后啊，EOD 功能呢也是一起回来了啊。你看它，它就亮起来；你不看，就黑屏。这在之前华为骁龙机型上是缺失的。荣耀的八 n 二机型虽然说也上了这个功能，但实测下来，灵敏度方面还是华为这边遥遥领先啊。Mate 六十 Pro 默认主题息屏显示采用的是类似于 iPhone 十四 Pro 那种全屏息屏，进入息屏显示之后，依然可以看到整个壁纸的元素。不过 Mate 六十 Pro 这边呢，需要配合注视亮屏一起使用，无法全程亮起。 啊，这点呢，我觉得没啥毛病，还能更加省电。就是啊，如果你选择的是自定义锁屏壁纸啊，那么息屏显示和锁屏界面之间的过渡啊是不太自然的，会跳一下。自带主题呢没这个问题，明暗过渡呢比较顺滑。这一次息屏显示中还增加了卡片互动样式，结合前置传感器，卡通人物眼神呢会跟随你的眼神一起动。我觉得现阶段的红门相比曾经动效简单、UI 中年份的 EMUI 是进步太多了。 功能性方面，鸿蒙四点零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这个灵动啊，不对啊，是实况窗。现阶段应用适配数量呢还是比较少的啊，主要是自带的倒计时、美团外卖这些会上窗。和苹果不同的是，华为的这个实况窗是不限制数量的。比如说美团里点两个外卖，就会显示两个窗口，小加呢也会堆叠呈现。另外再加入倒计时，也可以一起展开显示。 当然，很多网友可能会觉得，这 Mate 60 Pro 明明也可以和苹果一样做成灵动的交互形态，为啥偏偏要放在左上角呢？我估计啊，这点还是和华为机子前摄形态比较多有关系啊。不仅有前摄单挖孔啊，左侧药丸挖孔、刘海屏，还有 Mate 60 Pro 这种中置三开孔的啊。估计呢，是为了实现不同前摄机型的 UI 交互统一性，所以呢，都统一安排到了左上角。 这次鸿蒙4.0升级的争议其实都是集中在像不像苹果这一点，人像锁屏、个性化海报，包括实况窗元素设计啊，确实和 iOS 呢比较相像。但海报锁屏的动效、多个实况窗的堆叠，我觉得呢也是鸿蒙在渐渐之后进一步改进后的结果。而苹果的灵动岛对于屏幕的形态呢有明显的限制，刘海机型呢只有一个锁屏和通中心的实况卡片可以看啊，不能实时显示在状态栏里面。 现在各家手机系统的体验越发趋同化，对于好用的功能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相互借鉴一下。相信大家看到别家推出好用的功能的时候，也希望自己在用的机子呢也能够尽快跟进啊。比如说老罗的大爆炸、米欧的隐私保护、红门的大文件夹、Orange OS 的高刷自定义等等，不妨设想一下，哪天 iOS 跟进了通话录音、应用双开，我想 iPhone 用户第一反应呢肯定是皆大欢喜啊。 鸿蒙4.0的优点继承的不错，稳定流畅，老机型视频呢也挺迅速，生态互联这块体验呢也比较优秀。这次 UI 设计主题上偏向于年轻，对比挤牙膏的 iOS 十七、米二十四，鸿蒙4.0呢是能够给老机型用户带来一些新鲜感和体验提升的。但是这次升级新鲜感呢是给足了啊，老问题呢是一个都不改。比如说还是没有办法在桌面任意位置下拉来呼出控制中心啊，对于 Mate 六十 Pro 这个尺寸的手机来说，单手下拉是真的很困难。 消息通知中心和控制中心左右切换的位置呢，依然是在顶部啊，都不用说 Mate 60 Pro 这种大屏机型，就算是屏幕小一点，基本呢也是告别单手操作了，需要另外一个手去滑才行。应用多开还是万年不变的腾讯两兄弟啊，QQ 和微信。负一屏的广告和流畅度改善了很多，发现页面里面内置了很多类似于小程序的按钮。总体来说，负一屏呢还是不如其他系统简洁易用。 另外呢，就是状态栏图标，我觉得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。比如说双卡情况下，这两个信号条呢是占了太多面积了，不如 iOS 堆联显示效率高。NFC 图标依然是不能隐藏，但是关闭之后呢又不支持息屏刷卡，会带来不方便。到这里啊，肯定有人要说了，系统里面明明支持纯净显示啊，开启之后就不会有了。但是打开纯净显示之后，会把系统通知图标一起干掉，完全和苹果呢是一个逻辑。 这样呢，干净是干净了，漏通知的情况呢也会增加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找一个折中方案，该浪费的浪费，该保留的保留。小结一下系统部分啊，鸿蒙四点零在系统动效方面做得相当不错，自定义锁屏界面、一镜到底的主题动画编辑等等，让整个系统 UI 界面变得更加年轻态了。实况窗功能本身呢是挺好的，可以把活动后台提前一个层级来进行快速预览，但是应用适配数量来说，目前呢还是比较少的。单设备使用下，鸿蒙的体验可能还算不上有多大优势。 但是呢，当你有一堆华为设备，凭借超级终端互联啊，可以进一步发挥鸿蒙生态的终极实力。当然，现在华为五 G 麒麟回归，未来 nova 系列、P 系列的更新节奏也要恢复 Mate 四十之前的正常节奏。这里呢，还是希望华为未来能够保持对老机型的适配优化工作，尤其是做好制裁期间火龙和四 G 机型的优化。我觉得这部分机型的用户啊，对于华为的支持是丝毫不亚于 Mate 六十用户的，更应该让这些机型的用户尽可能得到更好的体验。 OK，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鸿蒙4.0的体验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、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同时呢，也不要忘了去我们淘宝店店逛一逛、看一看，搜索更多优质科目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